我也懵了，我也懵了，他妈傻了，我都，我仔细一看上面都活着都是小老虎呀，这个 B 现在素质好他妈差，我操！走，小老虎就是那个蒜头王本。那刚刚不是他的问题，是谁的问题？我们铁豹他不加枪，我看不到那位置。那不是你的问题吗？跳下来打架，我都他妈在打，我都没舔包，我在打人，操！我一倒回头一看，两个屁跑了，我操，气死我了！然后那个妹妹跑，我尽力了，我就发现敬礼你大爷，快滚！不太好使。爸爸，你为什么不封个烟舔爸爸？我没脑子，我有脑子，我都指挥了。那我感觉他现在。通个宵的慢脑不但没脑子还有点不太正常，我觉得他通个宵很屌啊，就是我八哥的样子，八哥蒜头王八怎么了八哥、啊、我彪啊，怎么了八哥，你喜欢叫你二哥还是叫你八哥？叫我彪子。彪子好、啊、彪哥呀，彪哥彪子，叫我彪子，要带哥的才显得霸气。不用不用不用，叫我伟哥。彪子彪子不是的意思吗？伟大的爸爸哥哥叫就伟哥就好了。嗯，你看起来不太像人名啊。没事啊，都不重要，我要收了。好了，八条今天早上这他妈不正常。我比较喜欢他不正常的样子。每天直播你，你每从今天开始，我每天录片。可以，可以。我看你能扛几天。今天就没了。啊，今天晚上还要打水友赛，你这还这样搞，我真的服了你。怎么啦？我猛不？我跟你说，这样搞水友赛才有可能拿冠军。我觉得马小跳得冠军的概率很高，现在。怎么了？我们，你看清楚，我们队伍名字没得，全员恶人。有的恶吗？恶心的那个。就晚上不吃晚饭的那么恶，兄弟。恶的一批。真的，我们的队伍不拿第一，天诛地灭。天诛地灭吗？你们这队伍拿第一，那不丧良心吗？拿第一真的，我们这个队伍活该不拿第一啊！不是，活哎呀，不能这么说。你们队伍哪几个人啊？我们龙哥，哇，周光点，光点，牛逼光，无敌，托尼是最强的兄弟。这个大盘太屌了。我感觉你那个叫全员傻逼。怎么说我龙哥的？怎么说我龙哥的？我龙哥是傻逼吗？还是大弱？这不大智若愚？什么？我龙哥是傻逼吗？我龙哥是大傻逼。按龙哥那个年纪，应该叫老傻。你说的有道理。但龙哥好像每天早上都会在我们直播间的。哦，我感觉龙哥这几天都在忙哎。在忙吗？忙就行。接了，完成，完成。马哥，我们来接你了，马哥。没有，不用，兄弟。我操！我腿儿的。不是说今天晚上，他要。逃离医院，然后他说去网吧打游戏，疯了。谁知道呢？你知道他的后续病情吗？我知道，我听牛二毛跟我讲的。没几天了。你这医药费也不少啊。他换了三家医院了。哎，我知道，昨天晚上跟他通电话了，没几天了。这医药费也不少啊，一天得打个几架百威呀，那也不少钱。他不能喝百威。他喝个屁的酒啊！他打的是红牛。他妈，我听他们牛二毛说，他昨天早上打退烧针，烧退烧针，晚上又发烧了。对啊。他说他一天，他说他一天清醒的时间就只有6个小时。
太牛逼了。这春天也过去了，这夏天了，这不科学，这个时候发烧。那天晚上问他了，他跟我说没几天了。我不知道他这没几天是几，没几天没了，还是没几天就是个愿了。他估计短时间之内出不了院，他现在什么病都没查出来。可怜的，小病就是病毒感染，大病呢就白血病。但白血病的人，白血病的人怎么可能天天通宵啊？大哥还能让你活得这么开心啊？不可能的，没那么严重的，就是个病毒感染，还有其他的体质差，还有其他的。我昨天晚上还鼓励他，你出院一定要通宵，真的。那什么多通宵，不按时吃饭，什么千万不要运动，这种多累呀。他那个不是体质弱，他那个是应该有什么小毛病，或者是一些奇怪的毛病。对，哎呀，他以前也是天天发烧没去看，倒是觉得没什么太大问题。反正没几天了，没几天的意思呢，他就是这样跟我讲的。过几天后检查出来不是白血病了，啊，那就是没几天回来了。检查说白血病了，就没几天能回来。你懂意思吗？嗯，应该不至于什么白血病什么的。哎，没有的，不能把有白血病的人，我跟你讲，别说通宵了，像他那逼样的生活作息，早就嗝屁了。病毒性感染，那估计就是脚气冲头了。那空投奖了吗？哎呀，我去医院检，做个体检，他说我有块鼻咽癌的可能性，再查了一下，那奶奶是嫂子就是鼻屎大颗了一点。你鼻屎也太大颗了吧？大颗了一点。你他妈多大的鼻屎啊！我操，拿了20多年的鼻屎，你鼻子里面是有一个袋子专门装鼻屎的，是吧？攒一起，囊成一个球。92年的鼻屎，92年。哎呀，哪里有那么有？我跟你说，有病的人他不可能这样的，早就发病了，都死不掉的，长那么丑，老天都不收他。是的，是的，也不用担心啊，有病的人早就发病，你看我现在。都发病了，你那是精神病，一早就有。小马，你那个毛病是有救的。那其实是我这个，我这两天在看一本927的，然后就是专门讲这种精神分裂的。啊，然后呢？就我觉得你是有救的。怎么救啊？一碗水煮出8碗水，倒掉就好了。你那是做法。你他妈一碗水，你这不是做人，你这是做煮出8碗水吗？就这样，他妈你这做法，看了坨坨撒娇的样子，煮成一碗我听说过的，你一碗煮成八碗我是看了坨坨撒娇的样子，你想娶她，哇塞，兄弟你在做好事啊！我跟你说，你这样不要讲出来，做好事不留名，好吧？雷锋啊，雷锋，真的，好人啊、我他妈听你念那个弹幕，我有点上头，兄弟。脑壳有点晕，我脑壳有点晕，真的，竟然有人想泡图图、啊，不是因为有人想泡图图，因为他看图图撒娇的样子想泡图图，就有点过分了。哎呦，我操他妈这个小孩！有人啊，要过来了，打他！你过来试试。啊，他队友来了，右边。来啥呀，天包呢？这球队的人，你们要来闯一趟吗？我天哪！那556，那556。不是，大哥，
哦，这里有。有，没捡完都，我老多了，我的包都捡不下，我 AK 子弹多。不是黑图图，不可能黑他呢。说他白人要吗？我操！咋回事？菜皮，你怎么在那个地方啊，哥哥？哎、能救吗？啥嘞？哥呀，哇，都腿骨掉了！我们在这边，你咋在那边呀？你不能因为我最近变强，你就放松自己、警惕自己啊！你变不变强？万一我接过了你技术主播那个担当怎么办呢？我也压力很大的。头赛板扩容，那你家谁有？我有。还有一个头赛板。还有一个。然后我去趟厕所。来一个！哎呀，干哈？这是我们四小天鹅的爱你的象征，爱你哦。打招呼的方式是吧？对了，这里有个锤子握把，还有把 M 四。M 四我有。抱抱。那你拿吧。我要锤子握把。哦。你五五六多吗？五五六，我给你捋一点吧。我发觉得啊，图图的话，他最近发烧确实挺重的，我觉得他智商不好。昨天晚上跟他打电话，透露一个问题。他说他好无聊。他说他现在开启摇一摇功能，一到五颗子弹随机。他说一个绷带。1到500颗子弹随机，我操，这个随机。1到5，他我。随机47颗，不让我说话是吧？你说，我俩在赌。不说了，讲吧，讲吧，讲吧，聊个屁呀、啊，讲啊！不说了，讲吧。啊，心情不好，讲吧。心情不好，被人打断说话。投币讲话好吧，投币讲话，给你投点币。不讲。我赌蓝战飞，你打我干菠萝。自作孽不可，我他妈还有这种事的？没看到人吗？哦，在这。自作孽不可。三个人。我在上房，上了3楼。他打子弹，他自己非要作孽，非要毒我。山顶一个，石头一个。哎呦我去，看到我。山顶上我看不到。啊，他要过来 rap 我。他 rap 不了，我站着。啊，那么屌。被我打了，这个人头被你打掉了。他戴着鬼面具，大哥，他是不是想 rap 掉我啊，马哥？他没有说，他还在石头呢，他没动啊。能不能这些人听到我停车下来，观察一下这边打个侧身呢？树奶奶能打侧身吗？我被上上打了几枪，等我打药。树奶奶打个侧身可以吗？看不到，他躲后面，我看不到。也没漏。树那打个侧身，要不换个？好的。算了，在那儿。妈给我的包贼肥。
吗？这个人也不露也不动，我换点了。是你哥他妈打倒了。哦。把我打倒了，我估计他队友去救。我是你哥，压到屁股下面了。没看到，左边还有人。回去了啊！手被打得难受，我这刚才压到裤裆上面去了。这俩人二来一点吧，阿飘。好的，地上围墙。来来，给你们五人。八十吧。刚真压到裤裆里面去。淹了，这都救起，命挺硬的，小。进房里吧，傻雕。后面来人没个嗝屁嘞，好累。刚才身后一直有人在打我，全绷带没药了。眼花了，三四人看不到我。叫叫叫叫叫！你给我叫！哎呦妈呀，弟弟你吓死我了，真的是，我都一声不动坐这儿。谁呀？我弟弟。弟弟是谁？马小驴。怎么了？坐着呢，养生呢。那坐着什么玩意儿？坐房间里养生呢，我弟弟。玩意儿，我看看。我弟弟，你见过？你上次来我家串门的时候没见我弟弟吗？这不搁这坐着吗？你弟还挺多的，每个房间都有啊。哦，别吓了孩子，我弟弟多，全国各地都是那个，就很多有房子都是我弟弟。我弟弟家有钱，你知道吧？我有好多个弟弟。方位角1970那边还有。可怜孩子，那么小年纪，天天听枪声，真的是。他给吓得目光这么呆滞，给懵了，直接吓懵了。我不一样，跟他哥一样，他妈是个傻子吗？小的时候头就那么大，这孩子营养不良了，真的是，容易吗？我弟弟。保持这个姿势大概也做了七八年吧，这我真的没长个。他的核心啊挺好的啊。嗯，还行。真的坐在这里坐七八年不动的，核心还挺好的。
练的挺好的。山上我是真的啥都看不清楚。啊，石头边来车了。来看人了，230有一个。230小反坡有一个老八子，我操！哎，又给我压了裤裆。这个圈我们感觉要上山了。哼，我这个圈我们感觉我们要上香了，要呗。我也估计够呛了。实在不行，再在房区写个四个字就完了吧。到此一游。老激烈的噼啪啦啪。等车手，等车手，我们摸上去。行。机会到了。我要是摸一半死了，你可别想我。得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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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得。咋这都全他娘的上不去的，是你哥。你看看我，来。哎，我靠，马哥牛逼啊，马哥。蹲着上了，哎呀，被打烂房床，哎呀妈！妈妈咪呀！能上吗？从哪上的？蹲着上，蹲着上。要往右边一点，往左边一点。他是不是有个空投呀？在身后。就前面那个房区，近点那个独边那个房区是有人的，我们不太好进圈的。咦，有空投呗，妈跳下面，285。我也捡不了啊，现在下去等于死了。牛逼啊！上去，让独边上去，就这样。进圈。得，啊！我这个枪法也太他妈垃圾了吧！啊，这有人！这有人没关系了，我跑走，再见。你杀那个是直死不？跟他一队的不？知道啊。哎，我怎么才一杀？我感觉我打了好多输出。反正我打了好多输出哦，怎么才一杀呀？哦哟，全都是人的，娘哎！我感觉我要死了。这雨不是。山顶上有人，放我脚335、350的边上打他不？
要保持乐观，不要打。350术后。能秒掉你就秒，秒不掉就别秒，秒掉加补掉。没有，搞不了。搞不了就别开。好的。位置好啊。他是一个人，是个独狼。位置好呀，这位置好呀。我们下坡圈不好进的。来，往下跳，直接先跳下坡，下坡。直接下。下下下。我头顶上右头上有人，我去，他在瞄人呢，哥哥。他奶那个勺子，他看到我了。哎，头顶上右边，我咋没看到？245，我现在瞄，我去，奶那个勺子。倒了。哎呦。在你头上吗？对，他那里还有个穿粉红色衣服的队友。哎呀，我不行了，我爆击杀了这个。你能不能进圈啊？我试试。我这位置好像能进，好像不能进。二打。好的，我下坡了，进圈了。好像都在城防区，我在哈啤饮料。你看右边。好的。这个防区我有点扛不住，压力。你看右边。好的，我往上面拉一点。看到他了，他。一枪头。在哪楼？在我这吗？王旭一个，赶紧过来，二打一，你别露侧身。啥子？我这边解决了，剩那边毒狼。我这边一个。最后一个毒狼。在我这。你别冲动啊！你别冲动，我拉到侧身他就死了。哦。切！上去！亮亮亮！